我说奇怪，怎么比赛老鼠？对，想说奇怪，怎么比赛停下来？怎么那么肥啊？偷吃东西吗？哇，这个营养太好了吧！哇，这个看起来好像需要一点时间呢，因为现在还没跑到左外野，工具不对。这个要把它赶出去就好了。哎呀，跑进来，好吧，用手套夹起来吧，左外野手套夹起来，让开了。哇，糟糕，好玩了，好玩了。现在比赛需要点时间，需要时间，需要时间。哎，现在又有一个球童。不知道拿什么器具过去，要去帮那个盒子没有办法，用手套夹起来比较快。这怎么会？哎哎呦，哦，好，没有办法，太大只了，太大只了。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用手套夹了。没有，他现在是用那个。矿泉水的那个盒子装了，装起来，装起来，装起来。哦，这个比较对了，矿泉水那个盒子。对对。然后再带到球场外放生了。突然比赛终止下来，花了一点时间。刚刚有几个人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。